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小伟给我带来的游戏实况解说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叫《鬼谷八荒》啊，这是一款沙盒修仙游戏。那么我个人啊，最喜欢的两类游戏啊，武侠游戏和修仙游戏，最好是自由度高沙盒的，就这两类。我为啥喜欢这两类？因为从小啊，我就是看武侠小说长大的啊，筋骨温良嘛。然后到了初中、高中呢，又开始看修仙小说啊，从《缥缈之旅》一直到后面这个《凡人修仙传》。然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，就这两类游戏啊，太少了。我指的是尽量还原小说设定的武侠和仙侠游戏。我这个玩过大几千款游戏的人啊，这种类型游戏我玩的一个数都数得出来。那今天我们玩这个《鬼谷八荒》呢，他说的是玩家要扮演一个刚刚摸到修真门槛，一只脚刚踏入修仙世界的一个少年，从炼气初期开始，通过各种阳间阴间的手段终成大道。那么当然了，这个游戏现在是抢先体验啊，所以今天的这个视频内容呢，不代表这个游戏最终的玩法和品质。好，那么咱们废话不说啊，这就进入八荒世界。一开始选择难度当然是社长难度了，谁让我和社长的好朋友呢，都是他带的啊，不关我屁事啊。不对，这不是社长难度，这是普通难度啊。社长不能玩这个游戏，要捏脸了啊，咱们捏个好看一点的啊，别像以前那样乱捏。这修仙者嘛，还是要注重外表的，是吧？那种仙气飘飘那种啊，不能歪瓜裂枣。好，捏完了，是不是像兔精转世？这就是有修仙的那种感觉了，对吧？我是个精怪转世。然后衣服咱们换一下吧啊。这里根据衣服换的不同，它这个游戏里角色的样子也不一样啊。哎呀，感觉没有一件衣服配我这张脸啊。来一个银袍、金袍，来个金袍吧。我后背还能背东西呢。咱们要么背武器是吧？啊，披风好啊，披风好啊。哎，有没有那种灵鹫宫公主的感觉？咱们换个名字啊。啊，这名字不错，毕竟我这个面容一出啊，鬼神经。修仙者嘛，就要和鬼怪打交道。我这个人一站出来，都不用出手，鬼怪就啊头啊啦，要灰飞烟灭了。这实力多么强大啊，别人就服我。然后我们内在性格，咱们就选个中庸吧。因为这游戏里面各种各样的 NPC 啊，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性格，我不想去惹人。我之前自己玩那个当就是到处沾话惹事啊，不是到处那个到处和人说话，然后总是会得罪人，然后被人追杀，真是。我要来个中庸，感觉谁都不会得罪。然后外在性格来个义气啊，重视义气，然后再来个忠贞，对夫妻之情忠贞不渝。这样的话，我在游戏里如果也碰到那种有义气或者忠贞的人呢，就能和他变成好朋友。好，我们人物这里外在啊、性格啊弄完了啊，咱们要搞属性了。这里属性呢，可以一直在这样随机。最重要的是这个先天气运，一开始可以选三个颜色，当然是越深越好了。它这里面无论是功法也好，法宝也好，或者说这个气运也好啊，颜色都是白、绿、蓝、紫、橙、红。天命之孙加幸运加魅力，这游戏里的魅力很重要啊，你长得好看，人家就对你这谦让三分。但是实力也很重要啊，这攻击防御很重要。再刷刷吧，怎么都是紫的橙的，来个红的呀。我告诉你，我之前那个自己玩的那个档，两个红的一个橙的。哇，有个红的，开山双绝，全掌法资质加30，防御力加5，老奸巨猾，减魅力，然后买东西降价，药灵体炼丹资质加30。哎呀，好纠结啊！神他妈红的愚公移山，这应该是我完成那个任务解锁的。他游戏里就是他还分几周目，知道吧？游戏里完成一些事还会解锁这个先天气运。天妒英才，寿命健康不好，这病殃殃的干啥呢？哎呀，就没有一个我满意的吗？哎呦，终于又出个红的，皇朝遗孤，幸运魅力还加钱，还有练气期的蓝色心法。我就要好的，我至少两个红的要的吧。好不容易来一次修仙界，两个红的总要的。好，终于有一个满意的了啊！杀神气图看到没有？攻击力加8啊，这个加的不得了啊，8点，在游戏初期有很大优势啊。啊，所有功法资质加15，虽然悟性减10，但是这个属性肯定要拿，对吧？啪啪啪，我这功法资质全加进来，然后再来一个土水魔胎啊，土灵根、水灵根加25，魔道又加100，又加3点攻击力，还是提升实力重要啊！什么炼丹资质，我不炼丹啊，我要提升实力。咱们来个正派余孽，功法资质又加，我这次加的这三个全是魔道啊，这是我们要加入魔门，正魔势不两立，所以在游戏里。你要是给我看到一个正派的人，哈哈，我就溜啊，我就不跟他打交道。然后下面的这些属性啊，我一个个说。第一个，寿命活到80就嗝，
死掉了，只有跨越大境界或者说服用这种寿命丹药啊，寿元丹药才能加寿命的上限。心情啊，心情不好的你这个会有各种各样的负面气运，学习功法啊，这个修炼啊，都会降心情，所以心情一定要管控好。健康啊，通过各种战斗啊什么会降健康，健康不好也不好啊，就多休息。精力，几乎做任何事都需要消耗精力啊，和别人说话也好，和别人切磋也好啊，出去打怪也好，都要消耗精力。体力啊，就是血，灵力就是释放绝技啊、神通啊时候需要消耗的东西啊。然后念力这个东西呢，是战斗中使用道具的时候要消耗的啊。道具有这个补血的丹药、补蓝的丹药，然后还有一些法宝啊，法宝也是属于战斗中用的道具啊，要消耗念力。当然，我之前玩没有见到法宝啊，我估计现在抢先体验嘛，还没有时装，也有可能是我漏掉了啊，你们玩才知道。幸运不用说了，悟性啊，就是看书修炼功法的时候，你要看几遍才会学会这个功法。我这次悟性挺低的，才57。魅力会影响很多 NPC 对你的看法啊，包括 NPC 想杀你的时候啊， NPC 和你双修的对吧啊，或者对你的反正都是和 NPC 有关的啊。魅力攻击防御啊，顾名思义就是你基础的攻击和防御加成，这两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。游戏中主要靠学习心法还有跨越小境界大境界的时候加这两个东西，不过我觉得攻击防御这两个名字可以换换啊，因为它这个游戏啊，它是还原小说设定嘛，挺中二的，你干嘛来攻击防御，你来个什么法力精纯度啊，精度对吧啊，这个更难听啊，反正防御嘛可以变成护体对吧，这多好啊。脚力就是你在世界地图大世界里面走路的时候，每移动一个格子消耗的时间越少啊。功法抗性灵根抗性，它指的是你在对敌拥有这些功法和灵根的敌人的时候，它相对应的减伤啊，这两个很重要啊，和攻击防御一样，通过学习心法还有跨越大境界的时候啊，它会加成。彗星是暴击啊，护星是抗暴击啊，移速是战斗过程中移动的速度啊，暴击倍数啊就是暴击伤害啊，抗暴倍数啊这个不用说了。那么接下来讲这个功法和灵根啊，这两个要合起来讲。首先你可以这样理解啊，功法指的是体修，这小说里面的对吧，体修锻炼肉体啊，灵根呢啊法修或者叫灵修，我之前那个档呢就是一个剑修，修仙嘛，这剑修比较有感觉一点对吧，这个剑来啪就把敌人给杀掉了，多好。这次我们肯定不玩剑修，因为我要换种玩法嘛，所以我没有选这个凤凰灵体啊。然后和剑修有关联的这个武技啊、绝技啊、神通啊有很多种，然后你也不一定是单修的嘛对吧，你修修剑修修那个这个招数装拳，那个招数装水，所以说这游戏这12种资质啊可以组合出很多套路。那旁边记忆资质，炼丹炼丹药让自己渡劫啊什么的对吧，炼器好像这个版本没有时装嘛，我也不知道。风水啊，就是在大地图上可以看得出什么风水宝地，什么妖兽的巢穴啊。我这次风水又是一他妈的，我这次还想玩玩风水，结果太低了，哎，算了吧。然后画符好像也没有时装嘛。然后药材、矿材各种采集的东西，对吧？先介绍到这儿啊，这些东西介绍一通之后，我一会儿进去玩呢，我就不赘述了啊，这样玩的流畅一点。然后这些东西说完之后，我们要说一下这次我们玩这个宗旨。说宗旨之前，我要说一下我上个档遇到的一个故事啊。我上个档什么都不懂，进去碰到了一个事件，有两个修士啊在抢一个灵果，然后给我四个选项，帮 A 或者帮 B， 或者趁他们斗得两败俱伤我去抢那个灵果，或者逃走不管他们，这四个选项。我当时哎，这小说里不这就是机缘啊，这是机缘，我直接就去鹬蚌相争去抢那个灵果，然后被其中一个发现了，他一个筑基期修士追着我一个炼气期追杀了大半个地图，他不仅自己来追杀我，他的朋友也会因为他仇视我而帮他来追杀我。柿子挑软的捏嘛，在游戏里面别人打你的时候需要第一看你的实力，第二看你的亲族关系或者说你的背景有没有靠山，第三看你的宗门啊什么，我当时啥都没有，哦哟，这两个筑基期修士追着我杀得欢啊，我是跑到了一个宗门里面，哦哟，辛辛苦苦我被打的心情都降，每个月都给我来一个负面的气运，什么自闭什么疑神疑鬼什么，我整个人我都不好，我觉得我荡废掉了，还好最后我终于逃到了一个宗门里，加入了一个宗门，交了一些好朋友，然后他们就不敢来打我了。所以这个游戏他讲实力讲背景，特别是游戏初期的时候，千万不能觉得自己是主角想干嘛干嘛啊！所以这次我们玩的宗旨，不能惹的人就不惹，可以不管的事我就不管，踏踏实实一步一步一个个脚印修炼成天道。所以和 NPC 互动那些东西啊，这次我就不疯狂的弄了啊，我要自己一个人修炼，虽然苦虽然累但是稳妥。好了，终于结束了啊，终于结束，终于可以进入游戏了啊，走开始游戏。
那这游戏呢，每次开始它就是随机生成的世界，你看盘古开天辟地啊，28个宗门，30个城镇，功法呢搞了5万多本啊，然后还有 NPC 啊，1800多个，然后 NPC 的关系它也要处理啊，一开始初始的时候 NPC 谁和谁是朋友啊，谁是谁的爹呀、啊，对吧？啊，进入八荒世界了。我刚刚选的那个气运，我是杀神的徒弟什么的，对吧？我从宿命弟子里脱颖而出，走向杀戮之道的极致。可过于追求极致，却让你偏向一个极端，除了杀人，你什么也不会。杀神最终舍弃了我，任我一人流落四方。有一天你在后山玩耍，走入了一片竹林，竹林中气氛诡异，似乎从未有人来过此处。微风吹动竹林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仿佛在引导你继续往深处。这里面有谁呢？你在竹林深处发现了一张石桌，你不由自主地朝石桌走去。你来了，你可以称老夫张三。这是哪里？你可以称这里为鬼谷。这盘棋已经下了3000年了，没有开始，也永远不会结束。你亦可以称为八荒山海图啊。这棋他妈3000年就走了俩子。我是谁？我来自哪里？我要去哪里？叮，你的外挂已到账。这是玩家可以带进游戏的3个神器：昊天眼，这个版本没有；炼妖壶，这个版本没有啊，所以我们只能选中间这个。双鱼佩啊，死了可以复活。这句话是不是听得有点怪？什么叫死了可以复活？游戏里死了难道不能复活吗？没错，这游戏死了不能复活，除非有双鱼佩。他好像是没有双鱼佩，或者双鱼佩里的能量用光的情况下，你死了之后呢，好像要等一部分时间才能再开始玩，好像是这样啊。我也不清楚，因为这游戏更新的很快，就这几天我玩了，它已经更新很多东西了，说不定以后不会这样搞。双鱼佩啊，有9次复活机会啊。选择神器，这是何地方才那么名老者到底是谁？天元山，到天元山来，我会一直在天元山中等你。你是谁？天元山在何处？先到附近找人打听一番，看看是否有人知道此地。前方似乎有杀气，来怪了啊！何方妖孽，敢惹到本爷头上？老子是炼气期修士，不是一个凡夫俗子，你傻了吧？哎呦，这是我初始带的是个拳法的这个武技，你看一拳上去轰的稀巴烂。我是炼体的，他应该每次初始带的和你一开始随机的这些资质哪个最高带哪个吧。我这次拳法最高啊，好强的灵力，还不止一个，究竟是何人？哦，前面有2个人在斗法。镇魔自古不两立，我即为寒冰红山内门弟子，今日定要取你性命。正道不过是一群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行卑劣之事的伪君子罢了，废话少说，要战便战。这2个人啊，主库是寒冰红山的炼气中期弟子，看看他的亲族关系。哦呦，他爹是结晶期的，此子恐怖如斯。人际关系有很多朋友啊，都是炼气期的。那这个人呢，彭兰月的，是皇帝木教的炼气后期内门弟子，他有个师父是筑基期的啊，人际关系不咋地。看来这个主库更为强大一下啊！我们看人强不强大，不能光看实力，他的背景厉害。反正他俩就打起来了，这雷都劈下来。你才练气期，你咋劈雷啊？怎么有个龙出来了？这是你招哦？这个龙出来把他俩劈了，好吧？我以为他俩牛逼呢。我之前玩了20多个小时了，一开始这个剧情有点忘了，是龙把他俩劈了。然后我这里呢，就可以选择查看他俩的伤势，然后选择可以救助或者杀害啊，这里可以再观察他一下什么的。当然一开始我们只是个炼气初期的毫无背景的，然后学的功法也不咋地的一个菜鸡修士，咱们谁都不要搞，2个人全部都救助。哎，他对我就好了，看到没有啊，非常感谢道友相助。他看我还是个散修啊，就给了我一个推荐信，可以用这个推荐信啊加入寒冰红山，非常好啊，这就是一开始我获得的机缘啊。然后旁边这个人呢也救助一下啊，毕竟他是魔道，我这次要修魔道嘛，对吧？也给了我一个推荐信啊，所以这两个门派呢，一开始我们可以选去哪一个？当然，我要仔细看一开始初始区域那所有的门派啊，他分别是教什么功法的，我再决定去哪儿，而不是凭这个推荐信啊。方才那人所给的宗门信物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怎么回事？拿到这个信物，自动在大地图上显示这两个宗门的地方啊，不愧是修仙世界，这种法力的运用啊，实在是让人瞠目结舌。当然距离我们比较远啊，我们一开始在这个小竹林里面。但首先我们先要探探我们周围的区域，周围呢有个叫新达镇，这个镇上先看看啊，去打听打听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有500个灵石啊，和小说里一样，灵石它既是修炼用的东西，又是交易用的货币。然后这游戏的境界啊，
在这里，从炼气期开始，一直哒哒哒哒哒哒哒到登仙期。我们炼气期呢，炼气初期呢，就身体里一团白色的这个气，看到没有，在乱窜啊，感觉功力很不精纯，要通过修炼才能把这股气给凝实了。咱们先不管啊，咱们先到镇上去啊，先别想着修炼的事儿。现在这是个什么鬼地方都不知道，先赶路啊，赶路。我们现在脚力非常的低啊，赶几天，哎呀，出来个洞啊，里面有妖气，要不要进去看看呢？那去呗，一开始能有多难，对吧？进去，这里竟是木精的栖息地，不知道木精是从哪儿抢来的，看看究竟是何物。玄天拳，嘣！玄天拳，玄天拳，一拳过去，整个镜都炸了。啊！我这次好强啊！就是这个拳法呀，它这个距离不是很远啊，打 boss 的时候可能困难一点。看看这个宝箱里面是什么，各种零食啊，聚气丹什么的，丹药，还拿到了一个石城戒啊，这是个储物戒指加背包格子的，然后500个零食，很好啊，还有一些炼气境的战斗中可以回血回蓝的丹药。当然，这个游戏它回血回蓝啊，除非是很屌那种丹药，很难搞到啊，不然的话，其实回不了多少血，回不了多少蓝。你打得过的还是打得过，打不过的还是打不过，除非是持久战，或者说差距很小的那种战斗啊，才是靠这个才能有一些决定性的作用啊。这是传说中的储物戒指啊，奇遇来了，一开始这个什么都有了。那这游戏的装备呢，就两种，储物戒指和坐骑。坐骑是增加你的脚力的啊，这游戏是没有传统意义上那种装备系统的啊，这也是我挺喜欢的一点，还原一下小说的设定，对吧？小说里那不叫装备啊，那叫法宝，祭炼出来和敌人拼法宝，对吧？这才对嘛。那把我们的血药都放上啊，一场战斗最多带5个啊，除非修炼了其他功法。哇，现在这里面好多人啊、哦，上来就碰到这个彭兰月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关系非常好，因为我救了他。哎呀，这个彭兰月要不要双修一下呀？啊，一道双修可好？接受了，哎，我救他性命，对吧？他这个反正大家都是练气期的，你也不亏啊，双修一下。你们别想差了啊，这里面双修就是像补习功课一样，就是面对面坐着的修炼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双修获得修为了，看到没有？他这个人正好在这儿，不能浪费啊，赶紧再双修一下啊。本月天数不足了，哎呀，下个月你别走啊，千万别走，再修双修一下嘛，让我提升一点功力呗。他走了，哈哈哈哈，我以为这一上来就能升到炼气中期了，看来这个修炼还是要靠机缘啊，还是没机缘。那你呢？你能双修吗？他也喜欢义气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和他交谈一下应该会很开心啊，闲聊一下，与君一见如沐春风啊。这个在和一个人交谈之前一定要看他的性格。我之前不知道，我乱点4个人都去交谈，然后有些性格不合的直接就仇视了，然后随着友好度的上涨呢，他背包里道具啊也会给你展示的越来越多啊。一开始陌生人的时候他不给你看他包里什么东西的，全灵果加拳法资质的好东西啊，要不你给我一下呗啊，全灵果也不值什么钱，对吧？评估此道具重要性啊，这考虑亲朋好友需要，你没亲朋，你这啊交情不够还是拒绝了。我现在魅力多少？是出众251。哎呀，不咋的，修仙世界里面人均西门庆啊，不是什么玩意儿，人均那个帅哥美女，对吧？全练气气的，没有大腿可以抱。哎呦，有个筑基期的，哎呦大佬，哦他忠贞的，他忠贞的，抱一下大腿，闲聊一下啊，闲聊一下，消耗一点精力就消耗一点精力，对吧？因为他忠贞的，所以啪啪啪好感长得很高，看到没有？我能拜你为师吗？万一同意了呢，对吧？你修为强悍，举世无双啊，应该交情不够啊。然后我长得太丑了，外貌不够，他收徒弟还收长得好看的，因为我提的要求太过分了，他好友又讲没大佬，全是没什么人际关系的。当然随着游戏进行，他们的这个境界啊会自己修炼啊，会修炼起来，然后他们会自己去认识亲朋好友什么的啊，人物关系会越来越变。好了，这不管这些了啊，我来这是办正事了，我在干嘛？我说好了不和 NPC 说话的。天元山在何处啊？啊，那是传说之地啊，不知道在哪里。但是你要去的话肯定要离开此地，但是此地呢被无数的高山所围绕，没有飞行坐骑根本无法离开啊。那除了使用飞行坐骑还有别的方法吗？啊，我这个练气期的可使不动什么飞行坐骑，要翻越东北方向的太行山或者王屋山就可以出去了。但是十多年前便无人能够翻越这二山了啊，据说是因为山中布下了强大的禁制。这愚公移山来了，听闻不远处有个村庄啊，其中一个村民打算将大山搬走，你或许可以过去看看他有什么办法。那这儿有个坊市，这坊市里呢现在有个聚气丸，有了这个才能从筑基初期到中期啊。300零食咱们先买了带在身上啊，实力总要涨的嘛，不可能一直拖着，对吧？然后客栈里呢可以回精力啊什么啊，这个小镇啥建筑都没有，出售东西也一点点啊，这不在这儿待了啊，什么破地方。太阳山下面有个渔村啊，
去村落里面看看到底怎么回事，要子子孙孙无穷尽了吗？然后这个是这游戏的大地图，我们一开始在的地方叫白猿区，之前显示的那两座门呢在永宁州这个地方，然后这里还有片雷泽啊，其他地方现在还没有显示，毕竟现在我们刚刚进来对吧，没有什么眼界啊，啥都不知道，到底是谁在捣鬼，这已经不知道几次了，又来了吧，你也别生气了，实在不行就别干了吧，这个事情本来也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便与他不死不休，也许真的有山神在山中某处看着呢，说不定移山的举动惹怒他了，哪来的什么山神，只怕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妖精罢了，能够使被毁掉的石土草木再生，恐怕也只有神能够做到了，大家每天这么辛苦才获得的劳动成果就这么被他给毁去，我实在是不甘心啊，别折腾了，此山根本不是寻常人能够撼动的，即便我死了，我还有儿子还有孙子，终有一日定能将此山移走，如果我说他一直在保护着我们，大家会不会相信的，这至少有故事啊，啊，老人家你应该是修仙者吧，来到此地可是为了翻越太行山，是的，你在此地生活多年，可知前往外部的方法呀，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来到此地，想要到外面去，又何止是你呢，我们也想去外面啊，所以我领着家人与部分村民凿山挖石，想要开出一条通往外界的路，但近日来我们发现山中有一个能够操控山中草木沙石的妖怪，每当我们将山中的沙石挖走了一部分后，在第二日的上山时，先前被挖走的沙石竟然又出现了，此妖物一日不出，我们绝无可能去往外界，我们需要一个如你这般有本事的人去将此妖物彻底铲除啊，至少怎么说呢，你是渔村的村民吗，我来此地是为了寻找翻越太行山之法，方才你说有一个人一直在保护着你们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人类，他虽然一直在妨碍村民移山，但却从未伤过村子里的人啊，多年前人们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本事翻越大山到外界，自然也就会有外界的强者翻山来这里，而我们这些毫无修为的普通人却只能遭受外来强者的欺压，毫无还手之力，后来山中被布下了强大的禁制，任何人都无法穿越太行和王屋了，虽然我们无法前往外界，但生活无忧啊，再也不用遭受强者的欺压了啊，这也是种说法，但是谁让我们要出去呢对吧，你们只能受欺压了啊，走呀，什么玩意儿，怎么就来了个龙鱼，我刚刚还想跟你双修，这个人神他妈就来打我了，正邪不两立个，就追上来打我了，你看我说这个游戏吧，我说的吧，我不去惹别人，别人也来惹我，我估计打不过他，他练气中期的，他就学了那么多好的武技，反正我有双鱼配啊，可以复活，来吧，拳法玄天拳啊啊，好强大，我根本没有其他的办法啊，我补血也打不过他吧，我补个血来，补血 只能补这么一点点血，打不过打不过，修为差一个小境界，哎呀，然后被打了之后呢，我不是直接死掉啊，我可以给他物品求饶啊，包括我去杀别人，别人也会求饶，我求饶吧，我可以给他这个聚气丸，我花300灵石买的，求你能饶过我好吧，咱们俩没有什么仇恨对吧，就是你看我不顺眼而已，果然啊没有什么仇恨，虽然我没什么背景，但是我弄上的道具好啊，价值很高，还微微皱眉转过头去做了一个快滚的手势，这个人叫什么，荣鱼对不对，荣鱼你给我等着，等我以后我必讨回今天的债，我看看荣誉有什么背景，没背景，就一堆练气期的好友，好你完了，是哪里的，寒明红山，这个门派我绝对不进去，我还救了你们一个弟子了，就这样对我，怎么又来一个人跟我说话啦，我靠，哎，有完没完了啊，与君一见如，哎，我也是我也是，春风春风你也来，康康盛求你不要打我好不好，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，是他给我说他的立场啊，正道斩妖除魔，我是魔道，但是我同意你好吧，同意你说的对，你正道就要斩妖除魔，就斩住我这种魔，对对对，你说的对啊，他跟我亲密度高了啊，挺好挺好挺好，现在我们一定要低调啊，没有实力的时候说啥都白瞎，然后我现在没血了，客栈花50个灵石回个血，我都服了，我一上来这灵石350个灵石没了，我再买个啊，售罄了，要明年才有，要一年后才会补货啊，我这个双鱼配啊虽然能让我复活，但它只能复活9次，看到没有，复活一次少一次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充里面的这个能量，我上一个档只剩一点能量了所以这个档我们要好好玩，这是一开始就得省这些东西，好，到山洞里面看看，进入了山中仔细查探了一番，发现此山竟存在一个极其强大的阵法，布阵之人对阵法的理解已经登峰造极，完美的利用了两山连绵环绕之势，若是此处的主人不想其他人进入山中，只怕是高阶的修仙者来了也无法踏入此地半步，但此时你处于阵法的核心位置，
行动起来确实方便了许多，没有受到太大影响，所以我赶巧走到了一个对的地方。经过一番探查后，找到了郑岩所在之处，此处竟处于距渔村不远处的山洞中。进来看看啊，但是刚靠近山洞呢，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片刻后，一道白影从山洞中朝你袭来，早有准备，侧身躲过了这一击，打量了敌人一番，发现竟是一只五罗。五罗完全不给你喘息的机会，调整一番后便继续朝你袭来。哼，妖孽，吃我一拳！哇，这算一个小 boss 吧，还挺厉害。我去，我的拳法，这拳法距离又近。哇，他使的什么神通？赶紧跑啊！变身了。哎呦，我这拳法距离又近，攻击速度又慢啊。那可能威力大一点吧，学了之后，谁知道呢？赶紧绕他走。哇，他发的我这么厉害的吗？我一个练气初期的，真的能把他打趴下？他看上去像木灵根比较厉害的人啊，使得是木系功法。啊，打死了，太好了！你最终战胜了五罗，他此时已经无力维持腰身，变回了人类的姿态，此时正面无表情的看着我。杀了他，还是询问前往外界的方法？询问外界的方法吧。修仙讲究的一个因果，对吧？咱们不要动不动就杀人嘛！啊，不要杀人啊！询问外界的方法，我并不想伤害你。你能够操控阵法，控制山中的沙石草木，一定有办法能够让我前往外界吧？还是不说话？你还想继续询问，但此时五罗转身便逃离了此地，正打算追上去，却发现五罗逃跑时掉落了一本书籍。翻阅了书籍，对渔村中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。看来要解决当地的情况，必须要寻到百年树妖，诛其魂珠啊！我看看那个书信啊，我忘了里面写啥了。我太小看他们想去外界的决心了，村民竟想凭借人力挖开太行山，我实在不想阻挠他们，但如果放任他们继续破坏草木，山中的灵力定然会迅速流失，阵法早晚会失效，可是我又不能伤了他们，该怎么办呢？他是一直替一个人守护村庄的，直到你回来，不知道是谁，可能是他的主人。你看吧，我今天放了他，没杀他，就和他的主人结下了因果，对吧？以后大大的有好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去击杀一个树妖啊，这个树妖还是挺难的，我要提升一下实力再去回新达镇看看。对，他开放这个狼牙阁了，狼牙阁里面呢可以换一些武器，哎，换点好一点的啊。这里有个辽钢定气拳，然后还有个掌的飘盘青涛掌。这拳法呢，它发的比较慢啊，然后它是会发两个拳，距离225，伤害71，然后拳法还能给自己叠加护盾啊。拳法是属于那种比较偏防守的，然后掌法呢射程比较远，然后威力还高。然后还可以生成掌波，速度还快。我想改修掌法，虽然拳法看上去刚猛。这里还有个水灵术，关于水灵根的一个灵技，来个青涛掌吧。绝技的话，来这里有个拳法绝技，还有一个土灵根绝技。咱们来个飞鸿破体拳吧。这拳法还有碎骨的这个玩法，当然我这里用的是掌法，而且他武技给的拳法是护盾的玩法啊，所以都不搭配，无所谓，能增强我实力就好啊。飞鸿破体拳，买了这两本武功啊，咱们先把它学一学，武技学一学，学这个要50点灵石。学的时候，它的里面会飘出来雾或者飘出来魔啊，雾要用左键点掉，魔要用右键摧毁啊，就是这么个玩法。由于我悟性呢挺低的，竟然有那么多魔，我靠！我之前玩那个道全是雾，完了。我不会要学两次吧，一开始的技能我不会也要学两次吧，那也太亏了啊！学一次就学会了，太好了。那修炼要用到灵石嘛，对吧？悟性越高就越省钱嘛。学会了这个之后呢，可以到我们的技能栏里面把这个玄天拳啊给卸下来，放上青涛掌，绝技的放上破体拳。这武技灵技相当于鼠标左键，绝技鼠标右键啊，身法是空格，然后心法是被动的一些东西，神通呢是二键。然后我们还可以修炼一下，那修炼的是这样，这个比较低级的武学，它只能修炼到娴熟啊，不像高级的能把有什么大成、小成、灵动什么啊，它只能都修炼到娴熟，然后会解锁这些属性。然后破体拳也是，那我现在没有下平魂石，不能修炼。就拿了这两个吧，我有了这两个武器之后，不知道能不能打过这树妖，我修炼一波吧。在这里有灵气飘荡的地方啊，它的这个灵气就比较足，哎，修炼到瓶颈了，我要突破瓶颈才能进入这个中期，要到中期要那个聚气丸嘛，我没了呀，送给别人了。然后它每个格子都有灵气值、风水值、药材值和晶石，当然一般的格子都是挺低的，要到一些像刚刚那种特殊的这个地方才能有额外的加成。咱们先试试去吧。哎呀，修炼到瓶颈，哎，聚气丸神他妈卖到800，我刚300买的，好吗？你这个奸商，他看我骨骼惊奇，400灵石给我，你大爷的，我一共就400多，我万一还要其他的用法呢，对吧？不要，奸商，商店才卖300，我相信靠我自己我都能打过这里，先保存一个档。哎呦，我这个血没有补满，我忘了去一下客栈了，完了。来看看我的青涛掌，牛逼，这距离那么远，看到没有？一掌出去
还有掌风，哇，打这个熊都一下一个，蜘蛛一下一个，看来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哇，有这种精英妖兽了啊！快跑！这个是什么精英妖兽？三龟嘛。这游戏好像很多妖兽都可以从山海经里找到啊，反正我也没看过山海经，我也不懂。去死吧！好，中品魂石。哎，我这个绝技还没用过呢，绝技来一个！哇！我觉得我强了，我觉得我强了，树妖拿命来！这种 boss 都游戏里都叫大妖兽，给你来一拳！爆爆爆爆！哇！我拳法绝技那么屌的，我之前玩打这个怪刮痧一样。当然也有可能我一开始初次属性也高啊，经过战斗它也会升级。当然那些高阶的功法就需要自己修炼升级了，不然打的升级太慢了啊。低阶的很快就升级了，他给了我一个是个树妖魂珠，五罗应该还在洞中，给他树妖的材料。数日后，五罗来到了村中，在众人的围观下，使用你所给予的这个材料构成了一个传送阵。惊喜的发现，可以通过传送阵自由的传送至山的外围，再也不用被群山所困了啊，自由了！但是外面人也能进来了。村民们对五罗非常恭敬啊，叫他山神五罗。那传送阵在这儿，我终于可以从白猿区出去了。走了，天高任鸟飞呀、啊！出来之后呢，我是在这个上面，这两座门在这儿，然后这里有个路牌，我可以先过去。灵童阵在哪儿啊？它就能显示灵童阵。我操，这么远！我先去那个皇帝木教看看啊，他是魔道嘛，看看他是教什么功法的。周围突然变得异常炎热，是何物啊？不远处突然涌现一道黑影，正朝我快速奔来。这救命啊！这怎么了？有人想要射杀我和我的兄弟姐妹，如今我落单只怕是在劫难逃，求求你救救我！那是何人？他为何要杀你？我也不知。我们兄弟姐妹在家中实在无聊，便一同前往外面的世界游玩，却不料遭人无故追杀呀。那人现在何处啊？他马上过来了，你且先走，待我会会他。有劳阁下，我必须要走了。逃掉了。他方才走的匆忙，遗落了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哎，给了我个身法，是个拳法的身法，挥动拳影向前冲击，推开路上的敌人，造成伤害，是像蛮牛冲撞一样。这位道友，可曾有一位身着黑衣的女子途经此处啊？你寻她所为何事？今日我必须杀了她。会会你。哎呦，你长得好大呀、啊！你这还是人吗？飞鸿破体拳。哎呀，只中了一拳。刚刚应该离近一点再弄啊，掌法一点的，哇，他还会射箭，咱边摆边打，哇的，还会射闪箭，飞鸿破体拳，啵啵啵啵。道友，你且听我一言，你所见的黑衣女子，乃是三足乌所变。三足乌是何物？且听我细细道来。反正后羿的故事呢，就是来了群三足乌，把这里烧为一片焦炭啊，这个人们民不聊生啊，后羿就要射他们，要铲除他们，但实力太强大了啊，他们联起手来，后羿打不过。刚刚逃走那只呢，他落了单啊，所以才追杀的，然后逃掉了啊，被主角阻挠了一下。三足乌在哪里？我去教训他们一番。三足乌实力强大啊，是以少敌多，不明智。那、啊、现在让我打三足乌去了。其实这里打三足乌是必输的啊，特别强。皇帝木教到了。听名字应该有一个木灵根的修炼方法，建筑都是一级的，那么菜啊这个宗门。路中条件达到一个就行。我看看这里，它是修炼全灵果拳法，修炼土灵根和木灵根啊，全土木。每个宗门有三种，我不要拳法，我还是想要掌法。掌法看上去更加偏伤害一点。先沿着主线走吧啊，走到这里呢，一片焦炭啊，都是被那个三足乌给搞的。三足乌就在这儿。人类，这是我们的地盘了，还不速速退去！我若是不退呢？好大的胆子了，受死吧！这场必死，肯定打不过的。两个鸟，你看他们连生命值都没有，连生命值都没有，我打他根本不伤血啊，必死！哇，他们这种攻击的方法，这哪是一个练气期的修士能打过的？元婴还差不多，我靠！别愣着，快到这边来，后羿来救我了。不算我死啊，不浪费我一个双鱼配里的能量。道友，我们的实力与三足差距悬殊啊，若是正面交战，想要取胜绝非易事，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啊？实不相瞒，我过去云游天下，曾有幸得到一件神器的铸造之法，若能成功铸造，我便有把握能够射杀三足乌。那你为何不从一开始便锻造神器呢？你有所不知啊，既是神器，锻造所需的自然不是凡物。多年来我已成功收集了十之八九，但是尚缺扶桑树枝和人面号鸟王的金羽。扶桑树乃是传说中的神树，位于八荒世界的东海附近，想要寻到十分不易啊！还有一位实力高深莫测的守护者常年保护着神树。我曾经去过东海，
却连神树的模样都没有见到，便被守护者给驱逐了。至于那人面号鸟王，我只听闻他出没在一处隐蔽的山谷中，从未寻到他的踪迹。先去找人面号鸟王啊，再到东海去。但是去东海呢，要有结晶期的这个实力啊，不然很难。反正现在呢，我们主要提升实力去了，到现在还是练气初期啊，这个这样下去不行。咱们探探路啊，把这个宗门全探出来，咱们去这个寒冰红山看看。我现在走路好慢哦，呀，来跟我切磋，这谁呀？练气中期跟我切磋，来切磋一下吧。切磋还能长那个心得呢，打他，拳法，叭叭叭叭叭叭叭，哇，哇，我现在可以和练气中期一战了，还打不过我，他打不过我，太好了，哎，哎，好，一个火修，哼，哎，我这个心得又长了，心得是用来干嘛的呢？在我们这个心法这一栏里啊，它有道点这个东西，你要把这个心法装备到身上运行啊，要消耗道点，不能超过这上限。而跟人家切磋呀、双修啊，都能得到心得，可以转换成道点啊。看我150就转换了两个道点，看到没有？就14了。多多切磋，多多双修。寒冰红山终于到了，剑、纸和水，不行，我这次要玩掌。一开始给推荐信的这俩宗门啊，我就不去了，我想办法找到另外两宗门。一年过去了，到了第二年了啊，城市里都进新货了，进了新的武功秘籍，新的这个货。当然，城市里卖的那个武功秘籍啊，都是次品，做散修的话很艰难啊，所以还是宗门里兑换的功法比较好。你在山上看到一只通体黑色却长有一只脚的怪牛，怪牛拿了一堆零食和几颗红枣，当然钱啊，哇，500多块钱，牛逼！灵象镇到了啊。我看这里卖不卖聚气丸，这里卖挺多东西的啊，这里卖集气丸，这是中期到后期要用的丹药啊，可以买个飞剑，你看加脚力还加魅力呢，对吧？人一骑上飞剑，整个人就不一样了。但这是个绿色的飞剑，我买的，我想买好一点的。刚刚得到的那个身法学一学，学完之后心情到50了，我没东西可以把玩呐、加心情的东西坊市里有卖吗？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我的兴趣是什么？我看一眼，我的兴趣是削、涂测和陶器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削、涂测和陶器？没有，这个是钟，这个是玉器，这是饰品。哎呀，还卖那么贵，我用的效果还打折扣，你看用一次才加5点心情。这个月又过去了，哎呀，哦，心情低，对对对，心情低给那个心力交瘁，每个月减少10点精力。心情低了的每个月都来一个负面的后天气运，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。我用这个传送阵传送到之前我发现那个灵童阵那儿去，50个灵石传过去啊，这样就不用哼哧哼哧走过去了。然后在这个阵子里面看看他卖不卖我感兴趣的东西啊，饰品，把哎图册有了，太好了，还是一下加50点心情的玩意，太好了，是个精品啊，精品。然后我拿在手里啊，把玩一下，哒哒哒，爱心都飘出来啊，开心啊，心情又变100了，太好了，这玩意我就带在身上，还可以用个3次就没了。然后我还剩600多块钱，你这儿有什么功法吗？哇，蓝色的功法，哎呦，加攻击的这个心法挺好啊。哦，他要城主令了，要完成这里的任务才有这个东西。然后我看看这里的坊市还有没有其他的，哎，有个飞紫色的飞剑，太好了，300脚力，300魅力，我觉得可以了，不用去追求什么橙色的飞剑。然后他这儿也没有那个聚气丸，只有集气丸。正好我现在没有钱了，我在这儿做做任务，对吧？涨点声望，涨点钱也好。把我这个坐骑先给它装上，这样的话，我脚力一下加了300，变成800，而我的魅力变成了超凡，哎，特别好，特别的英俊啊！我们现在实力啊，应该是只能做做这个难度为普通的任务，清理怪物，清理一个去。我坐上了飞剑，帅不帅？看到没有？找附近有没有怪物啊？怪物远远的看到我坐一把剑过来，这是飞也似的逃了。啊，就这里8格内的怪物嘛，打，看看我的身法是怎么样的，我看看，突然，哇，是这个，整个人化作 一道拳影，飞鸿拳，下一波怪，零顶出，哇，我现在才开始像一个修仙者了，各种神通齐出，啊，这张图有精英妖怪了啊，上面那个脸啊，有个红的脸，看到没有，有精英怪了，一会儿我精英怪一出来，一个零顶冲上去，零顶冲，飞鸿拳。他都没出招就倒下了，任务完成，拿钱拿奖励去了，多少钱啊？看看180，挺好的，32点声望，一个城主令，做了一些任务啊，什么提交材料什么，拿来点钱，我又700多块钱了。我先把这个血晶给买了，提升一点实力嘛。啊，我这一次还没有学成，到了绿色的功法，我一次还学不成了，学一次要150点零食，哎呀，我可谢谢你，再学吧。好了，300点零食，为了学这个300点零食又去掉了，买它用了250零食。我们的心法装上，这样的话加了3点攻击，
我再给他修炼修炼，打了一些怪了，有下品魂石了嘛，对吧？咱们修炼到那个娴熟啊，这样又加两点攻。这样的话，我仅仅练气初期啊，我这个攻击力就36，再加上学了这些武技绝技，可以说我在练气期里面基本上是个高手啊，没多少练气期能打败我了。这里有个皇帝木教的练气后期弟子，来跟他切磋一下。我去你的！他竟然有个神通，可以招个妖怪出来打我，还挺硬的哦。我去，我要死了！他也不是一般的弟子，哎呦妈呀，还是挺强的啊！这个人叫什么？乌马自明。哦，他有个这个神功加功法减伤，看到没有？怪不得。所以每个 NPC 啊，他学的东西不一样，属性不一样，他同一个境界里实力也是有差距的。哎，路上走的时候，有个人叫瞿叶芳来找我切磋。哎呦，这个，哎呦，哎，这个人。筑基期的师傅，哎，挺好啊，我可以和他结个缘啊。练气中期，来切磋一下。昨天我们还不认识，经过这一番打交道，我们认识了。这个人不行，这个人实力不行，远远不如之前我切磋的那个。来交流交流，他也是中真哎，他是中真加义气，和我一模一样。闲聊闲聊，哎，我们因为非常合，闲聊一次就加那么多好友。哎，我可以送他东西吗？叶芳啊，叶芳，我送你这个金风烛，全送你，要不要？看看价值，看看交情，别，哎，这是一份心意呀、啊！你咋这样呢？跟他结缘挺好。我这个人没什么背景，对吧？现在还是个散修，可以和他结为道侣。但是现在我和他好友度不高，如果他拒绝了，不是降好友吗？哎呀，那如果我等到下一个月才能再跟他闲聊涨好友，知道吧？下个月他不一定在这块地上了，趁他还在啊，不成功变成人，起码我长得好看，拼了！来，一定要同意。一定要同意，打量外貌很好，打量性格很好，交情不够，应该是没那么亲密，加了好友，算了，再见了，不要了，我探图去，下次再遇到再说吧，好吧。修仙世界啊，这种情感上面啊，我们需求不是那么旺，对吧？咱们都是一心追求天道的人，我现在去买那个聚气丹，增加实力才是关键啊。新达镇我又回来了，你进货了没？进了，买，直接在城镇里面突破，嘿。聚气丹，来吧！咚！啊，终于练气中期了，加了点属性啊，但我这团气还是一团乱麻。我可以去加宗门了。宗门因为进入宗门要有一个宗门小比，通过一些比试啊，才能选择弟子进去。我现在中期，再加上这些神通啊，应该稳了。什么？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人叫我跟碧唐华断绝往来？碧唐华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交上的朋友。练气中期，那你呢？他练气初期，哎呦，寿星后代啊！哇靠，那么能活呀，129岁可以活的，此子恐不如斯。看看，哇，他有两个结晶期的父母，大腿，这个是恐不如斯，恐不如斯，恐了那么多朋友。好，好，我赞同你，跟他断绝往来，断绝往来，我跟他亲密度涨了啊，非常好啊啊，有灵气了，我终于可以修炼了，毕竟已经突破瓶颈了，对吧？看到灵气就修炼一波，免得被其他人抢掉了。西家城哦，一个城市，城市非常关键啊！这大城市和城镇不一样，城市里面有拍卖会啊，2年举办一次，里面有各种各样天才地宝和这橙色、红色的功法。如果你要当个散修，那必须拍卖会啊！就算加入宗门也要去拍卖会，因为宗门里一些功法要很多的贡献点才能兑换，拍卖会直接用钱买。拍卖会开始了，第3年开始啊，然后就是2年一次。那我去见见世面，好不好？我去见个世面，哎，这里有个奇遇，先搞了。被大鸟带起，推下山捡体力，然后可以收集灵石或者修炼，收集�灵石，看看钱有多少钱，1000多，哇，我可以去拍卖行了，这是机缘，这是我的机缘，赶紧去传送阵传到西家镇。不过呢，在我们这个永宁州啊，它拍卖行里拍卖的都是炼气期和筑基期的东西，希望这次有些炼气期的东西，不要都是筑基期的，这样我买了也没用。来拍卖行进去看看。第一个拍卖是什么？2品玉琼丹，战斗中提升防御5点，持续20秒的，我不要这种暂时的东西，还而且才一个，卖那么贵啊、哦？没人竞拍，流拍了，没人要。你看这种东西，又筑基丹，2品筑基丹，突破成功概率70%啊、哦！这肯定练气期修士抢疯了，底价就700多。当然我是不需要的，为什么？我一会儿跟你们讲啊。我们先拍卖。然后这里有个快速竞拍，就不用一个个等他了啊！有兴趣的就勾上，没兴趣的就别打勾。这里有个何雷布
掌法、身法，哎，橙色的啊，筑基期的，完了，这里的功法全是筑基期的，看来这个拍卖会还是筑基期来才有很大的提升哦。后面还拍个一品筑基丹啊，80%成功率。来看看这两个筑基丹能卖到多少钱？郭俊悟啊，出了1000多，有人跟他抢吗？竟然没人跟他抢！哇，这个掌法、身法、合雷步，你看一帮人抢，看到没有？许心远花了3000多买下。这种东西一般的买下来直接在城市里就修炼了， 不留在身上，不然被抢掉了。没错，这游戏里面可以击杀这个各种修士来抢他们东西。一品筑基丹也被1000多买掉了，之前买二品的那个人也是1000多，这一品的也是被这个车梦杀1000多买掉了。车梦杀聪明人，行吧，这拍卖会是没我什么事了。那我为什么不要筑基丹这种东西呢？啊，多好的机缘啊，为什么不要？因为这游戏里面从炼气期突破到筑基期啊，有3种突破方法，分别是人道筑基、地道筑基和天道筑基。人道最差，天道最好，而只有人道筑基才需要筑基丹。人道筑基要一个天才地宝再加一个筑基丹，这些天才地宝呢它都加属性，看到没有？突破大境界的时候啊，境界提升本身有加很大量的那种属性，同时这些天才地宝啊也能加额外的属性。这些天才地宝有可能也会在拍卖会上出现啊，这是很难的，可遇不可求的。而天道筑基啊，他能带3个天才地宝筑基，人道筑基只能带1个，所以天道筑基是最好的。当然啦，地道筑基和天道筑基就不要筑基丹了，他要的是灵气。这6种灵气啊，地道筑基只需要3种，天道筑基有6种全要。这个灵气呢就是加那个突破概率的啦，6种全要基本上90%几的突破概率。这次我肯定要天道筑基啊，所以我这种筑基丹我一眼都瞧不上啊，就那什么什么车梦什么那些人花1000多块钱买，冤枉钱，真是。这些人突破到筑基之后实力也就平平，也就欺负欺负练气期了。行吧，我们继续找中门去啊，一天不加入中门，一天是散修，我心里真的是很慌，老怕别人来找我麻烦。哎呦，苍云任山听上去像一个宗派的名字哦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哎呦，这中门不得了，全是3级4级的，你看比之前的两中门厉害，而且是掌法掌风刀，我封6刀33，我可以辅助刀修啊，掌加刀，就这个中门了。申请入中，参加入门小比，要3个月的时间。这3个月的时间，我到处探探图，修炼修炼。什么？有人要我跟曲野方断绝往来？你是谁呀？炼气初期的散修？我操！为什么都有结晶期的爹妈啊？我为什么没有？我不会跟叶方断绝关系的，我也是魔道之人，反对。好了，他仇恨我了，你有本事来打我！一个炼气初期的小子，你爹妈在哪儿都不知道呢？焚龙星教，看这名字看出来是火修的，枪修的。好了，这个区域的4个门派都找到了啊。这谁呀？彭兰月又来了。哎呦，第一下没到。哇，这彭兰月怎么这么厉害？你难道筑基成功了吗？我靠，我刚刚没看他的实力。哇，他筑基成功了。之前我碰到他，他还是一个炼气期的呢，现在都筑基中期了，那么快啊？这也太恐怖如斯了吧！我觉得我们可以双修一波呀，正好找不到地方修炼嘛。灵气充足的地方还是比较少的。哎，叶方也来了，谈论立场，中正义气一模一样的立场，对吧？谈论立场，赞同了观点，非常好，又加了，我们可以双修了吗？接受了，好，修为加了啊，修为加了，继续双修，提升亲密度，还涨修为，还涨心得，再双修。这双修差不多就是找到一个灵气充足的地方修炼的效果，2颗星了，再双，哦，天数不足，完了，这个月过去了。他是不是又走了，又不见了？趁这个时候结缘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2颗星好感啦。我们每次都要这么不愉快的分手吗？当然，他背景也不是很强大啊。那不要就不要，我还看不上你呢，哼！哎呀，苍云任山比试开始了，完了，我赶不回去了，我傻了，走了太远了。叶芳又来了，光在那聊天了，傻了，忘记时间了。已经到6月了，应该没有了吧？笔试应该没有了吧？没了，我再申请入中，还要等3个月。我现在炼气期啊，走大地图啊，太慢了。好，在周边修炼修炼啊，终于到了中门小比，来吧，我终于要有中门了。看我的对手是谁，徐艳梅，炼气初期，笑死大牙了。来，告诉你什么叫天命之子。好，入门呢是8个人，然后收4个人，但是我们最好还是得第一名。因为第一名进去的是那种属于天才弟子，知道吧？一开始就给你很多中门贡献。这是我的对手，又是个炼气初期的，可惜你遇到了我青头掌。最后一轮了啊，这次对手是个炼气中期的了。
但我基本上啊，我不怕的，我炼气期里面没怕的，我可是要天道筑基的男人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差点被他一套连了。这水系功法啊，水系功法好啊，双修挺好的。好，所有人的亲密度都涨了啊，这个门派里的亲密度算是强者嘛，我是入门里面的天才啊，以第一名的姿态进入了苍云刃山，给了100贡献啊，非常好。哎呀，终于进宗门了啊！我看看这宗门是什么情况。一个宗主，一个大长老，两个长老，四个真传弟子，四个内门弟子，17个外门弟子，人数不多嘛啊！他感觉我们宗主叫宋俊雄，结晶初期。看来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啊，是个低武世界，结晶期就可以做宗主了。大长老也是结晶初期，那两长老看看，一个筑基中期，一个筑基中期啊！那我赶紧到筑基期争夺长老去了。然后门派里的疗伤院可以用了啊，不像客栈还要钱，门派里疗伤院是免费使用的啊，直接把状态恢复到最佳。然后看看长青阁有什么我可以兑换的啊，一上来就100点宗门贡献，不得了！蓝色的青桃掌比我这个厉害了，伤害更高一点，而且可以修炼到小成了。还有猩红金桃掌，这两个青桃掌都能有这个内伤的这样一个玩法了啊，每层可以使携带者受到伤害增加一点。然后绝技看看啊，暴风掌哦，这个暴风掌配合内伤了，看到没有，配合内伤了，这要配合蓝色的青桃掌了，我都兑换的话是可以兑换的，100点嘛，对吧。哎呀，这个要内门弟子啊，那身法和心法呢，念风步掌法的身法是直接提高移动速度，不像拳法那么霸气啊，直接一拳轰过去。我看看你这个刀修是从天而降这样子的哦，刀法吸血，刀法距离比较近啊，还是掌法吧。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射风神功，加功法抗性，看到没有，加对体修的减伤，这个很重要，我现在都是零，这个加上去我就硬了呀。用这个一开始进来的门派贡献兑换了两本功法啊，咱们在门派里直接就修炼起来。学完了，把我这个白色的青桃掌拿下来，换上猩红青桃掌，心法射风神功也装上去。太花钱了啊，这心法学了两次花了我500，我一下又只剩1000多了。但是我们因为进了宗门，每年都可以在这儿领零食。哦，加入的第一年不给的，要第二年才给。那我正好在这今年内我升到那个内门弟子好了，我正好之前在城镇做过任务，声望也够，对吧。哎，来个外门小比，要进入内门弟子，希望这次小比里面没有筑基期的人，让我能偷上去。小比之前啊，照常探探图修炼修炼，你感觉到不远处有一股非常暴躁的火元素，上前一探，有一个悬崖上下面一片火红，这是机缘，我的机缘，这点温度不足以对我造成伤害，好的，继续。哎呀，承受不住高温，降体力，继续探，这是对我的考验而已，严重的灼死，怎么办？有朵蓝色的莲花，机缘一定要把握住了。哎呀，我燃为灰烬，哎呀，修为不够啊！我要是如果是筑基期的，应该可以进去了。完了，我就这样耗了一个双鱼配，我靠！先疗个伤啊，巅峰状态，再小比。来吧，我看看有没有筑基期的练气，练气，嗨，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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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你怎么跟我打？练了那么多功法，哇，雷修啊，哈哈，死了。当然他只收一个内门弟子啊，只收一个，进去的就是第一，又是100点贡献。那这样的话，我成为内门弟子了，我就能练练气机的绝技了呀。龙命断崖掌是什么玩意儿？和刚刚那个暴风掌还不一样。打一波掌风出去伤害不高，但是如果自身带有内劲会消耗内劲，每消耗一层内劲可以多一道掌风，而我们知道内劲最多可以叠三层，所以说是四道掌风，如果最多的话，四道掌风4728要算好啊什么的，我还是想要那个暴风掌，不要了，现在说啥都是假的啊，这是把实力提升上来。这谁呀、啊、我怎么记得这个人，哎，之前打我的就是他吧，没有背景，人际关系，他好友都是练气期的，我又不怕练，哦，有个筑基期的，操，既然有一个筑基期好友，那我又他又是来送东西给我的，对吧，两个上品金风族啊，这玩意用来做任务提升很多的，哎，那我们之前的仇恨一笔勾销，好吧，我收下了。好，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修炼，我又到达了瓶颈，去林相镇里看看有没有，哎，集齐完来了，进行突破，嘣！炼气后期了，实力又上涨了。炼气后期呢，还要修炼一定的时间啊，到炼气后期大圆满才能筑基啊。
所以我一边去准备筑基的材料，一边这个修炼嘛。哎，这个叫方雅燕的，他没有背景，他的好友都只是练气期而已，他有个仇人已经死了，估计被他和他好友干死的。我又不怕练气期，我现在练气期基本上无敌了，我给他斩杀了，拿他东西修魔道，一个人都没杀过，那还叫修魔道吗？评估我的实力和背景，不想与我开战啊！他实力不如我，背景也不如我，你逃不掉的！哈哈哈哈哈！杀人夺宝，走，再见！他无力反击了，在做思想斗争，查看自己的背包，决定向我求饶。他的好友伊雨玄是苍云刃山的外门弟子，拿你好友来压我，对吧？我是苍云刃山的内门弟子，谁牛逼？你告诉我，送我五品枪灵果加枪法资质的，我要这干什么？做事要做绝，不能让他成长起来，对吧？此子断不可留，杀！其他人仇人都无所谓。唰，东西都给我，来来来，延寿丹好啊，加寿命，这个可以卖钱，挺好的。紫灵果又加指法资质，还有提升防御的这个丹药，太好了。你之前求饶的时候怎么不拿出来？哎，要钱不要命，我把这个寿命磕了。现在我能活到82岁了，牛逼！然后这个丹药放到这里啊，战斗中提升一点防御，一点也是肉嘛。之前忘记说了啊，这些资质啊，不仅是修炼功法的时候需要，它还会什么呢？还会提升化解对方相对应的这个功法或者灵根的招数的几率，所以越高越硬。途经一处森林，感受到了其中深处似乎有一种奇异的力量，有只可爱的灵鹿靠近了，挑逗一下，与其玩耍，玩耍了一阵，颇有好感，示意我跟他走啊。哎，跟他走，跟他走。他来到了一个山洞前后，化作灵气飘散而去。里面是什么？山洞里是什么？土灵气。虽然纯度只有60%，但是这可是我天道筑基的素材之一啊！我要6道灵气都收集齐。为了避雨，躲进一个山洞中，一道闪电伴随一声惊雷降在附近。山洞中睡着一只怪鸟，这只鸟只有一只脚，单独站在洞中睡觉，看上去像猫头鹰，却长着人的面孔。显然，这么大的雷声并没有吵醒这只怪鸟。不久雨停了，你好奇从地上捡起一根这只鸟的羽毛插在了衣服上，然后离开了山洞啊。怪鸟之羽增加10%灵根抗性，你在逗我吗？我灵根抗性是0，增加10%多少是0呀？哈哈，第五年这个拍卖会又来了，但是我知道拍卖会里大多数卖的都是筑基期的玩意儿啊。现在我还是自己闷头提升这个实力。哎呦，进入雷泽了，赶紧跑，雷泽里面每走一步都有几率遇怪啊。探了好几个月的土啊，就探了那么一点点。终于找到一个城镇画像镇，赶紧把刚刚这天才地宝土灵气存到这个空间里面啊，它里面有个仓库，这玩意儿在路上如果被人家打了，这个抢掉就好玩了。什么？渠炉遭到渠夜方的攻击，渠炉大获全胜，饶了渠夜方一命。渠夜方一个筑基初期的去打一个接近后期的干什么？夜方，你这个脑子有问题的呀。哦呦，灵童镇附近的流沙之域出现了三灰，这个我们去挑战一下。我们之前说这个筑基方法里面啊，要的这个灵气，这些大妖兽就会掉，你知道吧？而且掉的是红的。如果不打这些大妖兽，可以去那些领域里面刷这个灵气的碎片，100个碎片合成一个灵气，这个要时间的，而且合成出来的又是橙色的什么的，就纯度不是很高的啊。咱们去挑战一下，流沙之域在灵童镇附近，应该是这个三灰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打过啊。如果能打过就好了。省很多事儿，不用去刷碎片了。三辉啊，你是我的机缘，束手就擒吧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一个身法没有击中他，哇，他又会冲过来把我击晕了。哇，还好还好，我现在练气后期，可以打可以打。去，爆出爆一个爆一个，哇，纯度99%的土灵气。要多看看这个消息啊，三辉被击败，哎，被我击败了。有时候我不去，这些妖兽也会被击败，就是这证明了 NPC 在自己想修炼想筑基啊什么的，所以等于我把别的机缘也夺了，哎，这种感觉是非常的好啊呀。来寻仇了，我靠，有鬼精，你竟然杀了我最重要的好友方雅燕。他也没背景，就俩朋友，一个方雅燕被我斩了，还有一个是练气期的，你自己呢？练气后期，我怕你啊。我怎么感觉我要死了，我靠，我操，这人实力也非常的强啊。不要夺我机缘，我身上有土灵果，我靠。哇，哦呦，吓死我了吓死我了，挺富啊这小子。哎呦，又把这个什么伊雨玄搬出来了。伊雨玄已经是内门弟子了啊，一生不想升到内门弟子了。我要找到这个伊雨玄，把他给这个杀了，斩草除根嘛，趁他还是练气后期的时候。不过他这次给了3品筑基丹提升木灵果资质的，2品的延寿丹还加5年寿命，我好纠结呀。算了，斩草除根，免得他成长起来或者一直在那搞我。斩，也有延寿丹的，切，
5年寿命来了，这玩意不得了，我可以放到拍卖行去寄卖。拍卖行寄拍一个延寿单，哎，底价就1000多了，我还不如送人呢，我送给叶芳去。叶芳在哪儿呢？叶芳跑到这儿去了。你个筑基期的跑那么远干什么？怎么老碰到人跟我切磋？真是我有多讨打，神他妈金丹初期你跑过来欺负我个练基期的，没空。我们这个小地方做宗主都是结晶期的，那过来炸鱼塘是不是？哇，这里灵气好多啊，紫色的，我一下就大圆满了吧？我大圆满了，开始冒火了，看吧，雷伐之地中出现了冥蛇，来吧，今天你的机缘就是我的机缘，我这次好好玩，真的好爽啊！我之前那个大学打这些妖兽难的要死，轻轻松松啊，所以不要不舍得买这个炼气期功法啊，我总想着。之前总想着这个到筑基期把筑基期功法买了，纯度 96% 的雷灵气到手。当然这游戏里不是说一定要打 boss 刷怪才有这些东西啊，你也可以去和 NPC 屁玩、找些 NPC 身上有这个东西的，跟他搞好关系，然后从他身上撩过来或者偷过来，甚至杀了他抢过来。那我是不干这种事的，找 NPC 找死人了都。什么来报仇？哦，一语玄你来了，我不找你，你倒是找上门了，同样没背景的，只有些好友。哎呦，他有个筑基期好友啊，是个散修，应该没什么背景，但是实力摆在那儿。我打败他，把他放走，这样他仇人应该不会对我怎么样。再见，他的好友散落。所以说游戏里面的人际关系一环套一环，总会把自己的朋友搬出来。这样，东西不要了，你走吧。万一我要了他东西，他那个朋友也会仇死我呢。以防万一，等我实力够了再看。这游戏就是讲究的一个见人下菜碟。哎呀，又遇到这个彭兰月了。既然遇到了就是缘分啊，你我有缘，人家也是个筑基后期的修士，人际关系还可以啊，我就不奢望抱一个什么富婆了，好吧？呸，什么玩意，我在说什么，我是绝缘嘛，对吧，大家交朋友。我送你一个筑基丹好吧，人家已经筑基了，我送人家筑基丹，但说不定他朋友要呢。打量价值，审视交情啊，接受了。这样送你一个土灵器吧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给你了，我也不卖钱了。有了，这个是好东西啊，涨多少好感？挺多的。我再送东西，继续送东西，送到3颗星好感，送你一个筑基期的功法，挺好的。功法在这个世界可遇不可求啊，对吧？都是机缘啊。虽然是白色功法，你但是哎呀，操，东西太菜了，不要。再送个延寿丹吧，寿命谁都要的呀，对吧？都是杀人夺宝夺得来的，这机缘都给你了，好吧？哎，3颗星多了，我可以和他结缘了不？或者我可以拜他为师。不要结缘了，毕竟魅力是普通，真是不要结缘，咱们拜个师傅吧，要不受徒儿一拜，怎么样？那结个缘呢？我都送那么多东西了，不和你产生点什么关系，我真的非常亏，你知道吧？好，有道理了，有道理了。彭兰月就是游戏一开始我救的人，这就是机缘因果。我一练七七的修士啊，我道侣是筑基后期，才33岁，将来几乎是一定能踏入结晶期，这就是靠山，知道吧？谁敢惹我？但是彭兰月的实力呢，一般般啊。你看筑基期攻击才49，我都30多了，他应该是人道筑基，特别的菜，修炼的功法肯定也是一般般的。对，你放心，现在你罩着我，将来我罩着你，好吧？道侣嘛，哎，等会儿我可以和他变成夫妻吗？有更大的好处吗？你呢？好吧，在路上遇到了个人啊，谈了个朋友走了。哎，这里也有个人，看看这个人怎么样。结晶后期再见。我就想抓一些落单的杀人夺宝，你知道吧？我尝到好处了。那么曲叶芳又去惹人了啦，惹了个结晶中期的，不知道怎么想的啊，这个叶芳还燃烧精血逃遁而去。你在干嘛呢？一个人，反正叶芳这种玩法啊，搞了那么多结晶期的仇敌，我和他从此没有任何关系，咱们缘分已经断了。我们之前看到啊，在西家城附近的醉花灵境中出现了开明兽啊，这也是有一个灵气，有一道灵气的啊。我的道侣是个上尽天良的魔道之人，我也是魔道，你谁呀、啊？牛逼牛逼牛逼，赞同。为什么就我没爹妈啊？砸死你！咚！哇，两招下去，他的大半分的血没了。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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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是什么波动啊？啊，还挺疼，还挺疼啊！我不能被这个伤到，我靠！我应该用身法躲这刀，赶紧轰死你！哎呀，木灵气到手啊，拿个炼丹的东西。火焰之地这里也出现了啊，一个叫当康的逆风啸，干死干死干死！啊，火灵气到手！哎，这个人怎么老来送我东西啊？啊，他就是那个有金丹娘的，金娘的，要不咱俩
对吧？我也忠贞的呀，我也忠贞的呀。我收下了，我收下了。双休，你又是谁呀？诸葛熙，金丹的爹，金爹。哦，我们也可以双休。哎呀，一个陌生人家跑上来跟我双休，我不知道。哎呀，有心得了，有心得了。虽然我现在修为是到顶了啊，瓶颈了。一进中门碰到这个伊雨玄，哎，他的那个筑基期朋友呢？没了，他反倒一个筑基期的敌人，斩杀，此子断不可留。将来是竞争对手啊，斩草一定要除根，还不想跟我打，哎，没跑掉吧？伊雨七，我不就是杀了你朋友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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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朋友吗？啊？至于跟我仇视成这样吗？那你现在自己对吧，自找的。哎呦，一样是练级后期啊，打的稍微有点艰难，你拿这个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杀他都没朋友了，就他一个仇恨度高，你到地府去仇恨度高吧。啊，哎呀，去了心头的这个一块刺啊，一个祸害。继续找机缘筑基去。哎，就这个事件，就这个事件，我之前说的一个叫牛冰露，练气初期丈夫还死了，不知道被谁杀的，练气期好友蔡碧勇斯呢筑基中期，这个人强一点，我要帮碧勇斯，我之前就选了这个知道吧，然后被追杀半天，这个人什么背景都没有，活该遭受社会毒打吧你。再见，练气初期和一个筑基中期抢东西还没有背景，哎呦，求饶啦。一品严肃丹啊，我牛逼，哎呦，还有长灵果，哎，我提高资质需要的，那咱们也没必要做绝，我毕竟和他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他才筑基初期，将来应该也不如我，应该不会成长起来，收下放你一马，储存度就加一点点啊，将来再看看怎么化解吧，如果他厉害起来的话。然后帮了这个碧勇斯啊，他还有礼物给我，竟然还有木灵气碎片，那么多东西。哎，又跑过来聊名字，啥背景都没有，一个练气期朋友，啥？哇哟，这个火修不得了啊，很厉害啊，看上去很帅啊，实力不够，太菜了，杀！暴风山谷中出现了人面号鸟，打死你！拳头下来，一拳上去，打懵逼了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土雷木火风，还差个什么？还差个水，还差个水的话，我可以去刷碎片组一下，就一个灵气。纯度不高应该没事儿，然后还有天才地宝，就是下面的要去通灵秘境里面打，通灵秘境我探出来一个，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个，要首次通关才能有这个橙色的，第二次通关的只有紫色的，所以我要看看有没有三个通灵秘境，没有的话也要弄两个出来。怎么又来了一个人双修啦？结晶后期天命之子，这是主角吗？爹死了，有个巨灵气娘，这就是主角。双修，我送他个延寿丹，开心了，开心了，好感都加上来了。我要抱住这个大腿，结晶后期啊，才50岁，还有巨灵的娘。当然，后面再加好感要随缘了啊。又不知道能不能再遇到他，苍明灵派的，应该是华丰州的。哎呀，异地恋啊，找到了，这是对，这是通灵秘境，进去看看啊，应该能打过吧？我觉得这属于一个小副本嘛，秘境嘛，对吧？里面去夺机缘，还有明年的拍卖会啊，我要去一下，虽然。到那个第7年的拍卖会的时候，我应该还没有筑基成功，但是要为将来做准备了，对吧？我现在要存了不少钱了啊，好像就是5000多块钱了。这个绝技的威力太强了啊，都没有，你们都没有看到这些精英妖兽的打法，那这样打的，看到没有？我就不放绝技，我慢慢打死他，就死了一杆菜。为什么这是我那么强？我靠，当康啊，猪我最熟悉了，天天看镜子就有。死了，死后还放了个屁，嗯。天才地宝，天才地宝有了，有了，藏沙谷，4点攻击3点防御，然后我去参加拍卖会啊，看看有什么筑基期功法先买过来，筑基期之后直接学，或者说有什么天才地宝直接可以买的。哎呦，这个康莲花是无门无派的练气中期散修，没有背景，只有练气好友。哇，他竟然是个人族圣体，此子恐怖如斯，断不可留，杀，赶紧打死。好，你有什么东西吗？太菜了，杀。杀了他，给了11个上品金风珠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悬赏榜或者中门里的得贡献那些任务里面是困难难度的一个任务，给一个这个，给很多贡献或者声望，他一下给11个，不愧是人族圣体啊！可惜啊，遇到了我，本来你可以是主角的。好了，在中门里等待到第7年吧。那这个月没什么事干，咱们要不咱们双休一波？我和这个人双休过吗？我已经忘了，我这双休人太多了啊！这 来双休一波，要不要？看我超凡脱俗的操，交谈交谈，提升一下好感，一颗星了吧？一颗星可以双休不？
哎，可以了，好，提升一下心得，哎，为我筑基期那个道点做那个准备，道点升一升。虽然提升大境界，他也会升道点啊，但一点点积累总没错的。好了，到了第七年了，门派里临时领一领啊，内门弟子的工资来了。这次拍卖行，我要为我的筑基期的功法打下基础，谁也不要跟我抢啊！这是谁啊？炼气后期的散修，没背景，炼气期的一堆朋啊，筑基期朋友有的。不能杀之而后快了，还是自己实力不过关，得赶紧提升实力。彭拉月，哎，彭拉月你也来啦？咱们确定关系之后第一次见面吧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看看这是拍些什么东西啊？筑基丹通通不要，红色的筑基镜，筑基镜的红色的青涛掌，这个必须拿下来，必须拿下来，这可是左键技能啊，最常用的，伤害那么高，到183了。哇，一个橙色的灵技就拍到了3000，我身上这7000块不知道能不能拍下那个青涛掌啊？不过看人啊，看人的有没有钱，有的橙色的只拍了2000。来了来了，我的来了我的来了，我要出个价，不要跟我争啊，谁跟我争我杀了谁。彭兰月你干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了彭兰月？我买了送给你不行吗？不要跟我抢了呀，主勋是谁啊？你怕不是要勋死我还是我？我有钱，我这是带了充足的零食来，谁抢得过我？这个主勋怎么回事啦？再来，不要拍了呀，这么多钱大家修炼不易呀、啊、对吧，省着修炼不好吗？这主勋是谁呀、啊、怎么势在必得的样子？不好意思，我有7000个零食，就我全耗在这上面我都不心疼。哇靠，这么有钱。再来，他不来了，没钱了。好，我们要小心小心这个主勋啊。呀，我你再来啊，再想了再考虑了。这是你全，哇，这主勋怎么这么喜欢这本掌法？我快没钱了，不要，6900了都。我最后一次出价了，你再抢我真的没办法了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求求你把这本功法给我吧，我人生第一次能有红色的功法，好不好？求你了，求你了。3、2、3！祖勋，你给我等着，你不仅抢了我的功法，还让我在彭兰月面前出丑啊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前面呢。哦，我以为是个陌生人，没有看有这个好感度的人。我看看啊，结晶中，算了，惹不起，好吧，惹不起。怪不得他有个子女是练习期的，他想给他，我可以偷吗？然后偷窃这个东西呢，比的是念力啊，谁念力高，谁就成功的可能性大一点。我念力只有169，而他因为是结晶中期了。他有500多，我就试试，好吧？偷，失败，掩盖失败。哦，亲密度高，他的防备心也低耶。我跟他搞好关系，岂不是可以偷过来了？但我被察觉到了，他注视着我，评估的实力，向我发起了进攻。完了，但是我是什么？我是主角，我要用超脱这个世界的法则之力来解决这个事情。天魔独当大法，咻，我回来了。回到了偷他树之前，这个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挺好的。偷到他这树的概率我估计1%都不到，就算偷到了，能掩盖掉自己的这个行为的几率又小啊。咱们不要试了，算了，我可以索求一下吗？我索取一下，咱们判个交情，交谈一下，闲聊一下，好吧？然后我索取，我问你索这个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，给我嘛。拒绝了，算了，不是我的机缘，强扭也不甜。哎呀，白高兴了。我以为我这个钱能拍下来，没想到来个结晶期的，这更有钱。咱还是好好的，赶紧到筑基期吧，不要想这些了，越想越气的。咱们去打另外一个通灵秘境，什么？来报仇啦？他有筑基期的朋友，所以我把他打退就行了，好吧？咱们还是要稳，别说啊，等他朋友来寻仇，我就筑基期了，不要啊！咱们什么实力就干什么实力的事儿，哎，死吧！长灵果还不错啊，我就拿了吧，反正我要长这个的。放你马，通灵秘境我来了。这第二个天台地宝应该也是橙色的，因为首次通过哪个秘境，它这个给的东西就好啊。随便打啦，我血都不用补。哈哈哈哈。哇哦，来了个千年钟乳。接下来一个嘛，要不我在这儿打一个紫色的算了，只要不是暖玉都可以接受。要一年之后才会再开启，那我正好，我现在还差一道灵气，水灵气，我们去极寒之地刷点碎片吧。他那个大妖兽一直没出来啊，进去之后就每一个都有可能遇怪啊，遇了怪之后打呀。哇，这里是什么小妖兽，挺可爱啊，这个一张 pass。 然后这里就掉这个凡品悟心沙，看到没有，这玩意就是用来参悟的，打一波怪的差不多是20个左右，所以打5到6次。
啊，刷了六回，正好一百个，这就去工坊搞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合成东西了，水灵气，希望合个品质好一点的，好吧？400块钱就400块钱了，别紫的呀，求你也别紫的，紫的，纯度只有51%。哎呀，那行吧，一个也碍不了什么事吧，我觉得。六大灵气集齐了，三个天才地宝集了俩，还有一个要等通灵秘境过一年后再可以进去啊。那剩下这些时间我就去宗门里面做做宗门任务，搞高一点这个宗门的贡献，等我到筑基期可以从宗门里兑换那些那个功法。在宗门这儿做任务啊，做到了将近200贡献，聊个骚，咱们去通灵秘境打最后一个天才地宝。这谁呀，我操，筑基中期的来找我报仇，我谁的朋友啊？哎，我明明都看好的，我招惹这些人都没有筑基期啊。西永康，我没把他杀了，他去交了个筑基期的朋友，后交的这个朋友，然后来给他筑权了。不，我离筑基只有一步之遥，你不能破坏我的机缘。跑，逃，尿遁。哎，我竟然逃跑成功了，我竟然在一个筑基期脚下逃跑成功，这几率很低的，看来这是天意啊。赶紧把最后一个天台地堡打了，我站着不动跟你打，来，下面要战神，嗨，玉龙霜可以接受，加攻击加暴击，好了，东西齐了，我怎么重伤啊？什么鬼？不是跑掉了吗？之前体力上限减就减了，不要有人来追杀我，求求你了，我全部同意，你们说的都有道理，好吧？谁都不惹，关键时候不要来搞我。好，到城市了，我把仓库里的东西全取出来，一定要成功啊！来吧，突破，人道。地道，天道，当然是天道，最好的材料全弄进去，所有的灵气弄进去，这个红色灵气加17%成功率啊，那这紫色的呢，就加8%，那这样我加上去是多少几率呢？90%，你这要是失败了，我当场裂开，能不能踏入真正的修仙世界，就看现在，突破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一定要成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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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要 ，yes， yeah， 这是有3个后天气运给我选，跑得很帅是什么玩意儿啊？神他妈淘宝的姿势很帅，当淘宝成功了会让对方给你产生很大的好感，就是我找人切磋然后逃跑是吧？切磋能不能逃跑不知道，可能一定要攻击别人才能逃跑吧？我打别人逃跑，对方给我好友加，就用这种方法刷好感是吧？唯一一个橙色的。真是的，开心果，我要这个有什么用啊？修仙有啥开心的啊？逆天改命的事情，来吧，只有火力四射了。攻击时有15%的概率向随机一个敌人投射一颗火球，造成威力90的火属性伤害，这个挺好的。来吧，火力四射，筑基成功。在你突破的过程中，周围空间中一股游离的火灵气被吸引过来，很快融入了你体内的灵气。你正感诧异，这股火灵气迅速吸收周围灵气，形成一股灵气漩涡。你惊疑不定，想要将其逼出时，一股热浪从你体内爆发，化作一团火球冲出体外。释放完这股力量，体内的漩涡慢慢回归沉寂，只是体内多出一股炙热的灵气啊！这就是那个火力四射，这是突破的时候有奇遇啊，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神通，加了40寿命啊，各种各样的属性都加了，大量增加。我筑基之后呢，我的这个灵气啊，就变成了一个紫色的，像银河系一样。围绕着转，练气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，筑基是这个样子。我各种抗性加了10几，看到没有？我本来修炼就修炼了1，你知道吧？加了10几，减伤增加很多啊。然后第一件事，我们当然要鸟枪换炮，有没有筑基期的储物戒指？有，橙色的还是买。然后筑基期的坐骑，一个葫芦，脚力加600，魅力加250。魅力没有那个飞剑高啊，但脚力加了很多很多。算了，紫色就紫色吧，以后看到再买嘛，你才1000灵石买。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些风水相关的啊，但是我风水资质没有到啊，我一直想玩风水，一直天意不给我玩。筑基初期到中期的丹药买一颗，带在身上啊，哪天就中期了呢，对吧？加很多储物栏就不用老是背包满了啊，葫芦也装上。我现在骑了个葫芦啊，特别的可爱，葫芦上袋子还飘来飘去。我既然筑基期了，我可以抢一个真传弟子了吗？来呀，职位晋升啊，内门小比。筑基期的5G灵技啊，要真传弟子才能换。我想换这个青涛掌，双修一下。我修了那么多次了，还不知道他是谁，他为什么有个气运叫猪突啊？这你有丈夫的，你跟我双修啊？
哎呦，服了，内蒙小比开始了啊！虽然我重伤啊，又是初期，但是我感觉应该不会有太多筑基期的抢真传弟子吧？还有轮空的，我对手是个练气期的，嗨，我高估了，哎，筑基后期完了，筑基后期完了，筑基后期没关系，老子天道筑基。然后下一轮呢？下一轮我又没轮空，打一个筑基后期的。我们在一个大境界里面，我感觉哦，火球来了，哦，可以可以，不愧是天道筑基的男人。再来个火球，再来个火球，嗨，没有火球都把你打死，哈哈，放他风筝，筑基后期不过尔尔，我现在能不能打过结晶期的人啊？我在想，我这是不是膨胀了？哎呦，我操，这个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，这个人有点功力的，再来个拳头，哎呀，又没打到他，我靠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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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放到风筝放啊！我的火球到哪去？15%的几率。哦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！我有差一点点啊，就招一个真传弟子啊。那我如果要晋升为长老的话，要400点声望，好吧？那真传弟子我1400的钱了啊，这上次的钱没拿，那下一年开始才结算。那我现在可以弄点好一点的，对吧？咱们来一个，先买这个紫色的青涛掌嘛，然后暴风掌来一个吧。我觉得使用上面，我个人更喜欢暴风掌这种打法啊。金红掌的话清怪用的，打 boss 不给力。然后这个金红掌它为什么是紫色呢？因为那个娴熟的那个词条灵力减4点，我要这个有屁用，还不如暴风掌的蓝色的暴风掌数量加2，等于是16道掌法呀，全给他学了。好了，到瓶颈了，突破筑基中期，不得了，我现在修为稳固了啊。然后之前那两个秘籍我都学了�啊，花了我很多灵石，有一本学了3次才学会。悟性第一就是笨，哎呀，跟我切磋来了，筑基初期，正好，我神功初练，来来来来来，火球上，金涛掌，不啊，暴风掌，不，哇，上的血还挺可观的啊，再见，哈哈哈哈哈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好像新更新新出来的，好像叫什么药灵啊，药灵打，它是掉什么的？掉药材的吗？对，这游戏还有炼丹玩法的。我完全不顾炼丹玩法，来来来来，暴风掌，嘣！嚯，哇，这还挺硬啊！炼气期来打还不一定打得过，炸死你！我这个身法还是一拳过去，哇，那么多药材，就不用到处去收集药材了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药材之之家，怎么都没有打怪的？算了，来个困难难度的，寻回他的储物戒指吧，来一个。我要既拿蔡子珍，蔡子珍练气期的强者，笑死大牙了！练气期还叫强者吗？啊，练气期在我眼里就是蝼蚁，在哪儿呢？在全象镇。来来来，蔡子珍啊，蔡子珍，一个散修，没有靠山，筑基期朋友，我不怕了。你偷了人家的储物戒指啊，我来给你偷过来啊！咱们不打他啊，掩盖失败了，操，被他发现了。他评估了一下我的实力，眉头一皱啊，匆匆的离开了。他对我仇视了呀，反正他朋友只是个筑基期的散修而已，我也不怕得罪他朋友。斩草除根，要怪就只能怪你命不好。叭！西门青云啊，那注意这个西门青云啊，西门青云来了，他就在这儿啊。你有靠山没有？你的朋友，操，他有个结晶期的朋友，妈知道这是套娃吗？你在逗我？我早就不杀那个人了，我想把他杀了，再把西门青云正好杀了，可以拿西门青云身上的东西，毕竟筑基期的有好东西啊，对吧？你大爷！好吧，反正今天我们这个鬼谷八荒呢，就先玩到这儿吧。玩了好久好久好久了，5-6个小时有了。哎呀，但目前呢，大家看到了啊，这游戏在抢先体验嘛，啊，很多功能都没有时装啊，比如说我最期待那个宗门之间的攻杀，然后现在也不能做宗主，以后可以啊，做了宗主之后可以发展门派啊什么的。好吧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呢，就到这儿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